哇，在这个民主自由美丽的国家，在我们台湾啊，现在慢慢的很多过年的气息，哦，特别是过年期间快到了，哦，那我在这个新开的这个泰安休息站的这一个星巴克，哦，退休以后来开星巴克可以吗？哦，看起来好像有很大的资本，哦，那很漂亮的地方我带大家看一下，哦，我是第一次上来，哦，在泰安这里，我看到泰安休息站，好，如果放假，如果过年的时间哦，没有开车在高速公路上，就是一种幸福。哦，很漂亮吧？好，还有这个新的造型。好，那我为什么说想要开这个台湾的经济会越来越发展？你看一下，这么多的这个，不管是叫应该是商店啦，啊，还是应该是加油站啊，什么啊，都很棒，哦，都很多的发展。好，哦，好，祝大家，祝福大家新年快乐了哈，哦。这个牛年呐，啊，亨通哈，哦，牛年亨通万事兴，哦，台湾平安赚大钱。牛年亨通万事兴，哦，台湾哦，全平安哦，哇，好，反正很快乐就对了哦，总是可以回故乡啊，走一走啊，看看故乡啊，啊，看看故乡的家人哦，非常高兴，新年快乐，牛年行大运。